主料小米150克辅料油准备时间10分钟内制作时间10分钟内准备香米锅里加油比平时炒菜的油多点下入香米小火慢煸受热均匀点嗦碎即可装盘烹饪技巧也可以放葱花煸炒但这么制作的可以保存的时间更长没菜的时候随意吃点更方便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